上一节课我们看了这段影片之后呢，我们就了解一下没有划分干支道的入口谁先行，重点不在优先行驶顺序，重点是要如何安全通过。这个各位一定要记清楚，这个倒三角形的是写让，也就是我们在支线道要礼让横向车道的车辆。那这个停呢，停车再开，来到这边。你就是要做这个动作，要停车，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通过。这张图呈现的就是标线，倒三角形的就是让路线。来到这边也是一样，必须减速慢行或停车，让干道车先行。这张图下面写着停的标线，必须停车查看无来车，再行起步通过。我们看到黄灯就是要速度要放慢，左右没有来车。再通过，就代表我们是在干道，表示警告。那闪红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支线，一定要停车，停车再开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口，我们看这张图，这张图有没有号志？都没有。有没有闪光黄灯、闪光红灯？也没有。那是不是路口？答案是不是路口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这边是画边线，画边线，所以这边不是路口，旁边没有车道会出来。不过呢，这个缺口，安全岛这个缺口，实际上它是有车辆在出入啊。像这种路口蛮多的，部分要让车辆回转的地方嘛。那它没有显示。回转或者显示任何标志，你要注意啊！你要那就发生车祸了。之前有一辆车，这边是在枋寮渔港这里，这边有那个海边，那这边有充电桩，那这边呢，这边也有便利超商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有许多车子在那边回转。各位想想看，假设这辆宾士车要回转，它是不是要看对向来车有没有车？没有车，它才能进行回转动作。那这有一天呢，就一辆重机就从这边骑过来。那一辆宾士车看完大海之后呢，要回转，它是车头在安全岛这边。那车头以外的1/3位置呢，就占据了车道上面。一辆重机骑过来撞上去了，人就死在上面。那各位想想看。今天假设你看完大海，你要回转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做？你是不是要停在安全岛这边，确认这边有没有来车？那你有没有考虑到你的车身已经占据了内线车道了，会造成人家的危险？这个你要考虑清楚一下。你要回转的时候可以，你要像这部车这样子，车身不要占住了车道，这个要记清楚啊，因为这场车祸这个地方已经把它封起来了。它原先呢是放了纽泽西护栏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看到纽泽西护栏不让你回转。那现在呢，这是2023年8月份的拍的，现在已经全部把它封闭了，就像就是这样子，把它砌上安全岛，你就不能过去了，不能回转啊，因为这边是很多人在那边看海啊，看大海，现在已经把它封闭掉了，没有让你回转的余地，看到没有？这是2024年4月份的影片的图像，全部都封闭掉了，不让你回转了。啊，之前还可以回转哦，我们看一下之前有没有，之前还可以回转，现在已经不行了，因为发生很严重的车祸。所以这边要提醒各位学员，当你经过有便利超商、有加油站、有充电站的地方。一定要放慢速度，为什么？因为会有车子在那边回转，在那边消费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标志，你都要放慢，而不是说只有看到这个标志才放慢，不是看到闪黄灯啊、闪红灯你才放慢，你看到这些标志啊、便利超商标志，你就要放慢，因为会有车辆在那边出入，还有包括回转，因为很多车祸都是通常便利超商啊、加油站啊回转产生车祸。没有设标志、标线或号志的路口，
如何判断优先通过的行驶权呢？这边提到，少线车道应暂停，礼让多线车道先行。车道数相同，转弯车应让直行车先行。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，左方车让右方车先行。这是规定。不过，对每一位机车的驾驶来说，即使机车有优先权，你也不可以贸然就通过。为什么知道吗？你有听过骑机车撞死开车的吗？没有吧？通常是汽车撞死骑机车的。要搞清楚一件事情，骑机车重点不在优先行驶顺序，重点是要如何安全通过。这个学员一定要给我搞清楚。我们来看这场车祸，这场车祸是2023年2月份的车祸。那我录制的时间是2024年，是去年发生的车祸。彰化禾美发生死亡车祸，26岁的施姓女骑士，上班途中经过产业道路，路口没有号志灯，被轿车狠狠地撞上，送医院重伤不治，留下3个小孩子。附近的居民呢痛批路口车祸频传，最好要装设红绿灯，以免憾事再重演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整个车祸的过程。路没有号志，机车、轿车直行，意外发生了。女骑士被撞，整个人飞起来，重重落地，机车坐垫也瞬间解体，零件喷飞20公尺。女骑士没了呼吸、心跳，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。救护人员到场，立刻 CPR，但女骑士伤得太重，送医后还是没能挽回生命。画面先停格在这边。刚才教练有提到，左方车让右方车先行。那以这个画面来看一下，机车在右方，所以机车有优先权。有优先权有用吗？没有用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现场的情形。这是现场的路口，地上有画网状线，代表这个是路口。地上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地上还有什么。地上还要写的慢呢，有没有看到慢？就是告诉各位学员要放慢速度，还有这个路面颠簸要放慢车速。轿车呢？轿车从这个方向过来，轿车从这个方向过来，机车从这个方向过来，有没有视野死角？没有，没有视野死角。啊，当然了，没有红绿灯啊，这是产业道路啊，每个产业道路都要设置红绿灯的话，那全省装不完的。那各位晓不晓得，这种产业道路没有画标线，没有画标线的路，速限是多少？知道吗？你们自己找课本翻一下。一般来说，这种产业道路，外地人是不会来行驶这种路段，都是当地的人才会行驶这种路段。那熟门熟路嘛，啊，习惯了，没有车啊。那各位要记清楚哦，平常没有车，不是代表每一个时段都没有车，那刚好碰到有车，就完蛋了。所以还是要奉劝各位学员，在熟悉的道路，还是要注意你的速度。通过路口一定要放慢速度，确认没有车再通过。今天这场车祸，如果有一辆车有放慢速度，不会发生车祸，结果都没有，就死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位26岁的妈妈，她舍得离开3个小孩子吗？我坦白跟各位讲啊，离不开啊。他会回来找他们的，回来看他们，这是事实哦。在以前我们乡下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碰过，我阿公那个年代，啊，那就有一个妇人就上吊死亡，留下5个小孩子，晚上都会有人看到他在树下里面望着他的房子里面的小孩子，很多人看到。我在教学过程中也有很多护士小姐啊，护士，我就问她，你们在医院有没有碰过一些灵异的事件？她说有啊，那我说那说来听听看吧。她说她有一次2、3点的时候，晚上2、3点，在收拾一些工具要准备休息嘛，那楼上呢就走下来一个
老妇人，跟他打招呼，啊，他也跟他打招呼，啊，说上去睡觉，很晚了，要休息了，上去睡觉。啊，那妇人就走上去了，睡觉了。他收工具收到一半，想到一件事情，那个妇人呢，糖尿病，截肢，哎，双腿截肢怎么走下来？对呀，他吓到了，冲上去，结果那个老妇人死在床上。所以各位相不相信有鬼神？其实杰伦还是相信的。这个妈妈她真的舍不得离开三个小孩子，那三个小孩子呢，以后对妈妈的影像呢就模糊了，只有从照片可以看的。这是一件多悲哀的事情，知道吗？所以记清楚一件事情，通过入口不是优先顺序的问题，是要如何安全通过的问题。我在课堂上一直强调这件事情，你们一定要把它记在脑袋瓜里面。骑机车不可能撞死开车的人，只有骑机车被开车的人撞死。就这个车祸，教练想分享我的想法。三个小孩子的妈妈就这样走了，就没有了。小孩子以后就没有妈妈了，真的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各位想想看，家里如果有一个小孩子，一定大家都很高兴，金孙，金孙嘛，很高兴。有两个呢，更高兴，因为现在少子化，肯生孩子的人不多。接下来又三个呢，哇，真的是高兴的不得了，家里很热闹。不过他的背后呢，有什么问题知道吗？带小孩子好不好带？我跟各位讲，不好带。不好带，各位想想看哦，他在家里要带小孩子，三个小孩子忙得灰头土脸，还要赶着去上班，他也没有办法提早出门，没有办法提早出门，他一出门一定赶时间，要去打卡，要去上班。那车祸的原因都是什么？赶时间，带小孩子真的很累，他没有办法提早出门。那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学员，以后工作上班一定要提早出门，因为赶时间发生很多车祸的案例非常多。转弯不当最容易发生的事故地点是在弯道中，常见的因素是进入弯道未减速，或者减速不够，导致于摔车或冲向对向车道。冲向对向车道如果没有车，算你运气好了。那万一前面有车呢？像这种大型车呢，你就被淘汰掉了。以后你的名字呢，只有在墓碑上或者骨灰坛上面才看得到。所以转弯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放慢速度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为保持安全距离还有间隔，我们先看这个车祸影片。监视器拍下一名男子骑着 U-bike 行驶在慢车道，后方这名机车骑士疑似正要超过去的过程中擦撞倒地，但这时后方一部游览车开过来，碾过倒地的机车骑士。后边呢，这个胎啊，伊也弄着链啊，暗他减一步啦。哦，差一步啦。差一步，歹运就是，迄台车啊，驶啊，紧来就袂啊。目击民众赶紧报警，救护车到场后评估机车骑士已经明显死亡，而单车骑士则是右手擦伤送医，没有生命危险。20号上午7点多，从事房屋工作的弹性女子正要上班，骑机车沿着嘉义市林森西路来行驶，疑似正要超过前方正在骑单车的李姓男子，却擦撞倒地，被后方同向行驶的游览车当场碾毙。看了这场车祸，教练为什么会比较有那个感觉？因为当天我也经过那个地方，那就看到那个小帐篷在那边，蓝色小帐篷在那边。各位以后在马路上看到蓝色小帐篷的话，就是有人死在里面，尸体放在里面。因为当场死亡的话呢，就不用送到医院去了。在我印象中啊，以前如果有人车祸死亡，是当场盖着一条白色的布在那边。因为我看过，有一次下班时间经过一个路段，刚好路边就躺着一个人啊，盖白布，其实看得真的很伤心。虽然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不认识他，不过真的很伤心。为什么知道吗？大家都下班时间，
要赶回家里吃晚餐，要赶回家里陪家人，结果他没有办法回去了，在中途就走了。真的是怎么说，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场车祸。我们就把画面停格在这里。那教练有看到五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方向灯的使用。第二件，看后视镜确认后面有没有来车。第三件事情，安全距离。第四件事情，速度。第五件事情，上班途中。我们在这场车祸有看到这五个项目。各位想想看，这辆脚踏车它行驶在路面边线的左侧，那这边是快慢车道分隔线。那我们来想想看，它为什么撞到这台脚踏车的左侧？我们要超越前面脚踏车，我们会做什么动作？第一件事情，一定要先打方向灯，因为你要变换你的行驶方向。你打方向灯的时候呢，就是提醒后面车注意，我要变换车道。打方向灯之后呢，就会看后视镜嘛，确认后面来车没有问题，你再做变换车道动作。当他发现后面是一辆游览车过来的时候呢，他就放弃了变换车道，就稍微偏右侧，就跟这辆脚踏车擦撞上去了。那脚踏车呢，右边倒地没事，机车呢左边倒地，轮胎就拧过去了。教练的看法是他并没有减速了，他发现旁边的游览车，他应该做减速的动作，放弃变换车道，因为你不可能同时脚踏车还有呢跟大型车并行，这样非常危险。因为大型车它有气流，气流你的车身会不稳，那你不稳的话也会影响到脚踏车。我们在外面骑机车的时候，看到前面有脚踏车，我们看后视镜是没有问题的，打方向灯是一定要的。发现左侧有大型车，我们就要放慢速度，放弃超车，等大型车通过以后呢，我们再变换车道，超越这辆脚踏车。那后面他又谈了一句话，上班途中，教练也在怀疑，他要赶着去上班了，生死就在一瞬间。违反标志标线号志管制，最容易发生的事故地点是交叉路口，常见发生的时候就是因为灯号在变换的时候抢黄灯或者闯红灯。那违规跨越双黄线，就是分向限制线，回转或超车啊。那超车的时候呢，跟对向来车相撞。那为什么是回车？这边要提醒各位学员，以后在骑机车的时候，只要你看到路边有一台车子在起始，就是它准备切入到车道中，而且是打左方向灯，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？要记清楚哦，放慢速度让他先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打左方向灯不代表他要进入车道哦，他也可能要回转哦。那万一他要回转你就会跟他碰撞了。所以教练这边要跟各位讲清楚，看到前面车打左方向灯，方向灯在亮，你就减速让他进入车道，你再跟着他后面走，你不要贸然超过去，因为你不晓得他要进入车道还是要回转。那万一他回转的话，你超车过去一定发生车祸嘛，这个案例非常多，也要特别注意一下。酒醉驾驶失控，那喝酒为什么会失控？他这边内容是写到，酒醉后呢，驾驶会影响安全的驾驶能力，使得发生致人死伤的事故风险增大。那酒驾经常在基于漠视他人的生命侥幸的心态，因此每年发生多起的严重死伤的事故，但是这些呢都是可以避免的。那我们在网络上搜寻到的一篇文章，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喝酒以后会失控。他这里谈到喝酒别开车，酒驾危险不只是反应，因为我们开车也要反应啊，还有什么注意力变差，因为酒精的因素，所以我们的反应跟注意力都会变差。他这边也谈到酒精让人反应变慢，酒驾手脚的协调度变得比较不好。第三，喝酒以后
专注力会下降，喝酒以后呢，视野也会变窄。第五，酒后判断力会下降。综合这五项，就足以证明喝酒真的不能开车。所以现在的资讯都很方便，我们可以查出为什么喝酒你不能操作车辆。车辆是一部机械，你要很专注，而且呢，它会有速度在马路上跑。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话呢，它就成了杀人的武器，也有可能把自己的生命结束掉了，那也把别人的家庭结束掉了。那醒来之后呢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忘光光了，断片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学员，喝酒不是不行，是可以，但是喝酒以后呢，你就不要开车。第六，超速失控。为什么超速会失控？因为超速速度快的时候呢，你要控制车辆不是那么容易，尤其是机车。机车跟汽车又不一样，汽车有四个轮胎，机车有两个轮胎。那一个轮胎失去控制的话，你整个就是翻车了，就撞车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苗栗近两个月，它有16件死亡车祸。那为什么会自撞？速度太快，没有办法闪避。表弟官，最近两个月当中发生16件死亡交通事故，其中有一半是家己弄车。即马表弟官警局是公布5个较会发生事故的路段，实施机动型的即个测速翕相，来处理头一天就有超过100件的超速。汽机车拢驶了真紧，警方伫咧路边架起测速仪来进行测速翕相，只要超速，车主就准备收到罚单。苗栗县今年9月到10月，这两个月间已经发生16件死亡交通事故，其中家己弄车的就8件，占了50%。为了阻止超速失控，家己弄车，苗栗警方加强超速的处理。这边的路那么宽呐、啊，前面那边又转弯呐，你看这边的车速都很快啊，很危险呐、啊。不过我最近看到吼，警察先生都有来这边抓超速。其实警察在取缔测速照相是有效的。那为什么年轻人骑车还是这么快呢？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因为刺激感。那我们也谈过，里面拿到驾照就是进入一场淘汰赛。第七，逆向行驶。我们来看这则新闻，他为什么会逆向行驶？情况，因为15号下午4点多，高雄大一街旁机车骑士违规在先，逆向撞上轿车，驾驶下车查看，还到医院探视，没想到对方竟然狮子大开口，以各种名目要求索赔。但警方的判决书上清楚标明，机车骑士不按遵行方向行驶，导致人受伤，而轿车并未发现违规事实，保险公司已经赔了38000，但逆向的骑士仍然不满，以看护费、住院费及精神赔偿费要求索赔4万元，否则就不签和解书，向对方提出告诉。先将那个赔偿的那个医院的赔偿收据单据啊，先保存起来，要求法院哦，对于那个赔偿的问题啊，可以减轻一些金额。今年才大3驾驶，原本想花钱了事，但越想越不对，没有违规事情还要赔钱给对方，怀疑是否意图敲诈，现在恐怕只能交由法律还给他们一个公道。记者蔡双锦、王千林，高雄报道。看完这段新闻画面之后呢，我们知道机车逆向行驶是因为在加油站这边，那刚好有一辆车要加完油要回转，回转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你要左右查看有没有来车，再进行回转动作。那机车逆向过来，当然是他错在先啦、啊、他不要逆向的话，当然是不会撞到。但实际上呢，以我们的经验，以我们开车的经验，你左右看的话，你一定发现到他。你也不能因为他逆向，你就不管他，还是要让啊。所以我们来看这则新闻，法院的判决，其实汽车来说呢，还是有责任，因为他还是要左看右看，没有车在过去。啊，当然机车他说狮子大开口，在保险公司理赔的范围内，他都会理赔。那如果呢，你的金额太高，超出一般市场行情，他就会要求进入调解委员会，调解不成才进入司法法院，经由法官的判决。那法院的判决呢，又没那么快，还要时间。所以
我们从这场车祸看到了原本可以避免的，啊，结果还是发生了。没有错，机车是违规啦，但是汽车还是没有左右仔细查看。第八，未依规定减速。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新闻画面，来看到又传出外送员出车祸赔上了一条命。台中在凌晨三点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，25岁的邱姓外送员在经过乌日公园路闪红灯的路口，疑似没有依照规定减速，从左侧撞上了拖板车的轮胎，头部重创当场死亡。家属接到了消息，赶到现场，趴在地上痛哭。黄色机车倒在地上，车头扭曲，踏板上遗留一个外送包。骑乘机车的25岁邱姓骑士，在经过乌日公园路口时，撞上拖板车的左后方轮胎，头部受到重创，当场死亡。家属赶到，趴在地上痛哭。和机车发生碰撞的拖板车驾驶蹲在一旁不知所措，他说自己工作刚结束，准备载着挖土机回云林，经过路口看到前方是红灯，踩下刹车减速，就听到左后方有碰撞声。警方目前已经查扣了拖板车的行车记录器来确认当时的状况，也说这个路口有闪灯号志，依照规定死者行进方向是闪红灯，应该要让闪黄灯的拖板车先过。机车驾驶是沿公园路，然后它是闪红灯的方向。警方也提醒民众，经过闪灯的路口，不论是闪红或者是闪黄，都要放慢速度，随时注意左右来车。华视新闻吴立安、张春峰台中报道。看完这段影片，这个外送人员只有25岁，为了生活在工作上面打拼，这是一般年轻人都要经历的事情。要记清楚一件事情，你有生命你才有办法打拼啊，你没有生命你怎么打拼？你不知道来到路口要减速吗？不管是闪红灯还是闪黄灯一定要减速，尤其在深夜，深夜没有车是绝对没有车吗？未必，那一条命就没了，什么事都不能做了，要怎么打拼？没有办法打拼的啊。所以很多车祸的案例我们都可以看出都是人为因素，所以不管是白天或深夜，通过路口一定要减速。第九，违规超车。也是一样，我们来看这段新闻画面。意外地点在西滨苗栗后龙北上107公里处的平面侧车道上，警方调查，10号上午9点左右，一辆拖板车载着怪手准备到前方的工地施工，行进间明明右边就有机车道，一开始却有3辆机车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左侧超车，接着第4辆要通过时，疑似机车压到柏油路跟水泥盖的高低落差，超车不慎摔车倒地时遭到拖板车碾过，跟在后方的第5个学生就这样目击前方同学被撵。看着这段新闻报道，有没有发现几个问题？第一个问题，超车的时候要从哪边超车？那我们法规上面有谈到了，超车要从左侧超车。问题，这边左侧超车可以超吗？左侧没有车道啊，是路面边线啊，而且路面边线以外还有水沟盖，所以左侧是不能超车的。以这个路段来说，不可以超车，那就选择机慢车道超车。又出现一个问题，他是跟在前面的车子后面跟着走，那前面2台车呢都从左侧超车都没有事，他也跟着从左侧超车。问题他运气比较不好，因为路面呢不一定是永远是平的，他行驶在路面边线以外就不对的。跟同学一起出游，教练是不会反对，但是你要有自己的判断，从左侧超车是比较危险啊，我不能跟在人家后面啊，那你要选择右侧超车。那前面的领队呢也是一样，他要选择对的车道才不会影响后面的车子，所以他也选择错误的车道，那后面的车子呢又跟着选择错误的车道，结果就 GG 了。这件事情就让我想起我在当兵的时候，我在金门当兵，有一次夜行军啊，那我们就跟着我们副连长后面走，走走走走到一半，哎，我就发现地上是沙滩，有听到海浪的声音，是不是很浪漫？对呀，
我们走到海边，走到沙滩，很浪漫。我告诉各位学员哦，很危险，不是大海的危险，是海岸线布满的钢哨。只要看到部队有人上来的话，他会问口令，你口令不对的话呢，他就开枪。哎，他不像现在啊，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是有配枪的哦，是非常恐怖的。那我就跟我们副连长说，哎，副连长，我们走错了，我们走到海边来了。因为我们的行军路线呢不是在海边，所以领头带头的很重要，做出错误的判断会影响到后面的同事。看过这场车祸以后，各位在马路上骑机车一定要特别要注意，超车不是不行，是可以，但是你要选择安全的路段，安全的车道超车。第十，其他驾驶人的过失。其他驾驶人的过失包括专心判断还有反应。开车一定要专心判断的话，就像刚才你要选择安全的车道，那接下来就反应了啊，你要做出正确的反应。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防御驾驶，我们也是一样来看一段影片。大家好，我是车辆研究测试中心防御驾驶手册的作者钟国良。基于我们对车辆的了解，我们很乐意在这边跟各位分享影响一辈子的用路观念——防御驾驶。根据研究，车祸事故的原因有九成以上跟人有关，大部分的车祸都可以避免了。我们知道意外就是意料之外，如何降低意外呢？提高自己的预料能力，随时养成危险预测的习惯。什么是防御驾驶呢？我们以红绿灯来做个例子哈，它跟安全驾驶是不太一样的。安全驾驶指你看到红灯不要闯红灯，请你遵守规则。防御驾驶指的是你看到绿灯的时候，虽然你有路权，你还是要注意别人可能有闯红灯。所以防御驾驶跟安全驾驶两个加起来，才是一个完整安全可以让你回家的道路的观念。我举第二个例子，直行车跟转弯车啊，我们知道直行车有优先路权，对向车可能抢快，这个时候直行车就可以运用防御驾驶来保护自己。防御驾驶啊，不是只有应用在开车，它也包含在走路跟骑摩托车的行进上面。那防御驾驶不是在探讨谁对谁错，或探讨事故责任的问题，它是一种保护自己用路的一个能力，从小心别人不小心，注意别人不注意，一直到人车路特性的了解。所以我们初步做的建议就是说，用路的时候只有遵守交通规则是不太够的。第一个是预做刹车，我们在开车的时候，从看到状况一直到轮子有足够的刹车力，大概一秒钟的时间，预做刹车就可以缩短这个一秒钟的时间，大概一半，赚0.5秒的一个反应时间。我们有时候开车啊，有些人会回头拿个东西或捡个东西，那一两秒的时间可能对你发生很严重的影响哦。我们不要说一两秒，我们用0.5秒来看就好了哈。我这边提醒一下，我们车子码表是每小时跑几公里，那你把它除以3.6，就是每秒走几公尺哈。所以我们在行进上面，如果这部机车速度50，那换算每秒大概就是14公尺哈。那在这种状况，我们建议机车就是预做刹车。当这部车抢快的时候，你可以提早7公尺就停下来。在紧急的时候，这7公尺可能就一个避免事故的关键。第二个，这0.5秒呢，发挥刹车的效用，可以让你的速度从50降到接近30。一个是50碰撞，一个是30碰撞。我们知道碰撞跟速度的平方能量成正比哈，所以5 5 25 33 9，整整差了1倍以上。根据国外研究，50撞车跟30撞车的致死率，一个是80%，一个是10%，所以是差异相当的大。第二个要领就是常时开大灯。交通部已经规定了，106年开始新车型上市就必须要有日行灯，就是你车子一发动，头灯要亮，或类似头灯的日行灯。那它的目的呢，不是只有照明，就是说让别人知道你在这个位置哈。除了刚才讲预做刹车，我们建议常时开大灯，让对向的车子知道您在这个位置。常时开大灯还有好处，就是开车门不小心撞到后面摩托车，但不是摩托车的错。为了保护自己，常时开灯，然后注意横向车距。当你开灯的时候，你的灯就投射在后视镜上面，那车内的人很容易发现你哦。那我们先提醒开车的人或车内的成员，不管哪个位置，当你要下车的时候，养成用反手开车的习惯，强迫自己转身看到后视镜或看到车外的状况，了解车辆的特性。我们这边举一个爆胎的例子，我想大家都知道爆胎的时候不能紧急刹车，
但是万一你碰到炮台，你会不会紧急刹车？这有一个很关键的动作，就是说你有没有两只手开车的习惯。当你两只手开车，万一碰到爆胎，你比较可以在第一时间稳住你的车辆。当你第一时间稳住车辆，你就比较不会去紧急刹车哈。那两手开车，我们建议你的手的握点大概是3点跟9点钟的方向。除了稳比较精确之外，我们车子都有空气囊和 airbag， 万一发生碰撞的时候，这两个物法是比较不会伤害到自己。我们知道行人要走人行道，那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你行人要到道路上跟车辆共用道路的时候，以当规则来讲，行人要靠边行走。那以防疫下的角度，我们建议行人面对来车，就一般情况就是靠左边行走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对向来车，尤其是晚上还有你的道路不宽的时候。那第二个是行人要特别注意，车子有 A 柱，那过来有 B 柱、C 柱哈。那 A 柱会对车子左转的时候，驾驶人造成一个视野的盲点，所以我们建议开车的人、驾驶人在左转的时候要有一个摆头的习惯。那行人在过斑马线要特别注意左转车，尤其是右后方来的左转车，因为很多人左转的时候没有这个摆头的习惯。所以我们刚刚提了几个要领，就是建议希望用路人养成观察的习惯，然后提升危险预测的能力，那慢慢的你就可以培养保护自己的能力来避开危险。如果观众对防疫驾驶有兴趣，可以到交通部的网站还有我们车辆中心的网站下载手册来参考。谢谢大家。看过什么是防疫驾驶观念的影片，那影片里面谈到了，就是说我们要透过观察，观察之后呢，认知在预测危险可能发生的状况，那我们要事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车祸的发生，这是用路人的哲学，称为防御驾驶。那简单来说，我们在骑车或开车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要想尽办法不要去撞到对方，第二件事情要想办法不要被撞。为什么？因为被撞机车会很惨啊。我们骑机车的时候，四面八方都要注意，那就是要透过观察，透过预测。回到我们刚才讲的，你开车的时候要专心，专心接受到讯息，你才可以做出判断，再来应变。这个就是防御驾驶。那这边也谈到了什么是安全驾驶。安全驾驶就是尊重路权，遵守交通规则，但是这样还是不够的，还要加上防御驾驶，就是要发现危险预测的能力，还有呢，防范别人的不注意或不小心，也就是潜在的危险。那两个相加起来呢，就是你回家的路。我们看这张图，预测危险就是要避开危险，做出防御的动作。好，那注解一，防御驾驶观念可应用在所有用路人的状况。注解二，防御驾驶不是在探讨肇事责任，而是在探讨小心别人的不小心，保护自己的用路能力，产生刹车力需要的时间。当我们发现到危险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松掉油门，接下来刹车减速，最后呢车辆停止。这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。你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的话呢，这些动作需要时间啊，你就会撞上前面的车辆。我们看这张图，当你发现前面车要左转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动作？油门放掉啊。在等红灯的时候要注意后方来车，尽可能呢靠右侧，尤其在深夜凌晨的时刻或者下坡弯道的路口更加要注意。绿灯起步不可以冲第一，隔壁车辆呢不动，你也按兵不动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视野死角，你看不到左方来车，路口应注意的同向车还有呢对向来车。我们来看这两张图，这张图要注意同向车是不是要右转，他如果右转的时候呢，我们油门就要放掉了。注意对向车是不是抢快左转，当这辆连接车减速的时候呢，你不要贸然越过去，因为他有发现这辆汽车他要左转，那我们没有看到啊，那我们冲过去啊就会被撞。在没有标示中心线的路段，机车左转常侵犯他人路线而不知道，这个是常常
碰到的车祸案例。前车转弯可能不会打方向灯，当前面有车，他慢慢靠右，但是他没有打方向灯，我们要预测他可能右转。应从前车的车速、路线判断其是否可能右转，不可以仅观察他的方向灯。常时开头灯，大灯打开的话呢，前方的车辆才容易从后视镜里面发现到我们的车辆。这张图告诉我们，大型车在行驶途中会产生气流，那会影响到机车的行驶的稳定性。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，就是说不要跟大型车并行。水漂的现象就是轮胎因地面积水或有水沫，以及过快的车速无法排水，导致与地面无法实质的接触。虽然轮胎的胎纹有排水的功能，但是还要注意你的速度、安装的方向是否达到磨耗的警示点。路的特性，不同的路面有不同的摩擦系数，当机车轮胎行经特殊路面时，摩擦力会与平时感受不一样，甚至会造成机车的跳动。经过该路段的时候呢，应该要提早减速，避免在特殊路面上加速、减速、转弯或闪避等动作。如何让对方发现到你？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有很多种，唯一的一种就是说彼此都没有看清楚对方，那就发生车祸了。我们来看这则新闻画面。砂石车和机车准备右转，没想到一起步，砂石车直接追撞前方的双载机车，车子当场被推倒，两人通通被卷进车底。机车车体被卡在车底，警方试图想拉也拉不出，骑士的安全帽也被喷飞。事发在9号上午8点多，苏澳镇苏滨路二段路口，警方将现场围起封锁线和三角锥，搭起帐篷。因为被压在车下的女子当场死亡，另一名机车骑士伤重送医，急救后还是宣告不治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辆砂石车，它有哪些后视镜？后视镜就是要弥补驾驶看不到的地方，两侧后视镜。它有上下两个，那这边还有车门的后视镜，看车门的正下方，因为它高度比较高。那这里呢，还有一个广角镜，凸透镜就对了，它可以看到它前面的地方，前面地下的有没有什么车辆，它是可以看到的地方。所以这辆砂石车右转的时候，它要注意左向有没有来车，它要注意右方有没有来车，那也要注意前面有没有车。所以要注意的地方很多，就会容易出车祸。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提醒，以后骑机车在外面，你都特别要注意，你是不是进入了大型车的视野死角。进入大型车的死角，你要怎么避开？就是离它远一点嘛，让它看得到你，你才安全。我们也来看这一则的视野死角的新闻画面。吊臂直接撞到那个机车骑士，然后机车骑士倒地之后可以被碾过，当场死亡。视线死角害命，三尺盾吊车碾壁骑士。我们狂飞了！吊车从背后直接撞上，根本来不及闪躲。机车主看到大车，实在是能闪尽量闪。看到这两则新闻，一则是砂石车，一则是特种车，也就是这一部三十吨的吊车。那它里面有谈到，看到大型车能闪尽量闪。它从后面来，我们要怎么闪？停在那边没有看到大型车啊？那等一下呢？要起步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一台大型车在我们后面啊！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机车驾驶人要记清楚，你在停等红灯的时候，你都要注意后方来车。你当下停住的时候呢，后面没有车，不代表你要起步的时候呢没有车。所以我们骑机车特别要注意这一点。我们之前讲过的防御驾驶。你要想尽办法不要被撞，就是四面八方都要注意如何让自己被他人清楚看见。这里列举了六项。第一项，穿戴鲜艳的衣服，提高自己的明显性。第二，让别人有时间看见你，不要从路旁突然冲出。第三，让别人从够远的地方看见你，也就是说开亮头灯以及方向灯。第四，不要穿越道路、车阵间以及中央分隔岛。第五，穿越道路，让别人提早看见你。
第六，移动比静止较容易被看见。如何让自己清楚看见他人？他这边也列了四项。他告诉我们，第一，进入车道交叉路口前，要能够看远，看到来车。第二，观察来车的动向，包括直行、转弯、变换车道等，以及速度，确认无安全的威胁。第三，穿越道路时，先看左，再看右，再看左，确认安全，没有问题，再通过。第四，穿越交叉路口的时候，注意左方、右方、对向以及后方来车，安全没有问题，再通过。接下来谈的是行为，他这边谈的是不做绝对没有安全把握的交通行为。他这里就问，你是不是有犹豫不决、该不该转的经验？因为许多交通事故都是在这种犹豫的情况下发生的。选择安全重于时间的观念，他这边列了三项。第一项，穿越道路时被撞击，并不是没有看到车辆，而是做了错误的决定。第二，交叉路口左转弯的时候，对向来车不断的迎面而来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等待，确定对向都没有来车，再进行左转动作。第三，本来就没有安全的把握，又浪费了一两秒时间的等待跟犹豫，这个时候如果采取左转弯的行动，是不是更加危险？许多交通事故都是在这种犹豫的情况下而发生的。因此从小要训练养成，当心中有犹豫的时候要说 no， 这个是用路的好习惯。第二，安全空间就是不做没有绝对安全把握的交通行为，犹豫时就说不。第三，随时让自己保有安全的空间，是交通安全的不二法门。三，不做妨害他人安全的用路行为。道路上危险的情况都是用路人不经意所造成的，许多交通事故都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况下发生。道路上危险情况都是由用路人不经意所造成的。一，自己方便就好，短暂的在街角停车、人行道停车、占用车道停车。二，粗心的变换车道，贪图方便逆向行车，不耐等候抢黄灯、闯红灯。第三，货物未绑紧牢固，未加注意开启车门，嬉戏的小孩以及疏忽的行人。第四，任意丢弃垃圾，放任猫狗在道路上乱跑，这些动作都会造成车祸的因素。第五，养成驾驶道德的好习惯。那这里谈到的就是一些图文并茂的图像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图有文字的图像。那因为里面的内容非常多，我们在这边就不一一叙述，因为我们的资料都在网站上面，各位呢可以进入网站去学习。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单元，模拟情境。模拟情境部分呢，在考试的时候会有考，那我们就找一个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叫模拟情境。也就是说，各位以后在骑机车会碰到的一些状况，那你要做出你的安全选择。那这里比较有趣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。依照图示，机车驾驶人遇到障碍物刹车的时候呢，反应的顺序是什么？当然是眼睛，第一个是眼睛嘛。啊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透过大脑，大脑判断以后呢，接下来就是动作了嘛。那答案是 B A C， 那答案是2 B A C， 答案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绕到最后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，他这边提到
道路交通安全的维系，除了有赖全民对交通法规的遵守以外，更需要全体驾驶人发挥良好的驾驶道德，透过礼让，还有礼让与忍让的功夫，耐心行车，才能共创顺畅且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。驾驶道德是一种用路态度，也是一种可以养成的良好习惯，更是一种需要被建立的社会风气。这是他最后的结语。谢谢各位同学的观赏，希望这些课程还有交通事故的分析，对各位学员有所帮助。